2016年，美国玫瑰公主在加州帕萨迪纳评选揭晓，就读于圣马利诺高中的17岁华裔女孩刘瑞琦入选。据悉，刘瑞琦出生在美国，父母分别来自香港和台湾。她将与其他6名公主一起在本月22日角逐玫瑰皇后。玫瑰皇后与玫瑰公主将参加2016年1月1日在帕萨迪纳举行的第127届玫瑰花车大巡游。网友看后纷纷评论，原来不是锥子脸也可以很漂亮。2016年，美国玫瑰公主在加州帕萨迪纳评选揭晓，就读于圣马利诺高中的17岁华裔女孩刘瑞琦入选。据悉，刘瑞琦出生在美国，父母分别来自香港和台湾。她将与其他6名公主一起在本月22日角逐玫瑰皇后。玫瑰皇后与玫瑰公主将参加2016年1月1日在帕萨迪纳举行的第127届玫瑰花车大巡游。网友看后纷纷评论，原来不是锥子脸也可以很漂亮。You put